你这手是怎么整的呀？受伤了吗？没有，我从出生就这样。哎，你翻过来我看一下，你这指甲盖怎么还少了一个角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肯定是得灰指甲了。哎呦妈呀，你这手也太大了吧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五指山吗？不过哥们儿，该说不说的，你这手也该洗一洗了吧？最近发现手指盖没长多长，大拇指却长长了。哎，你们看看，这是啥情况呀？从小我这大拇指就营养不良，本想长大了找老婆找一个手指盖长的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呀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只手是挺漂亮的，不过这长得也太匀称了吧？你们能分得清哪个是食指，哪个是无名指吗？哎呀，我刚看见，你怎么长的是六根手指头呀？六根手指头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有没有见过六根脚趾头的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正好六根，齐活。这只手一伸出来，把我吓一跳呀！你这是煤矿上放假，回家来过年了吧？这是。